么你要去走出那个你，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，只能用力握着你，想用身子留住你。唱的怎么样？好听，会唱，会唱，好听。啊，音乐啊，哎，哎呀，坐，谢谢。而且宪哥，我跟你讲，新月的歌都很难唱，真的。他都是那种，他的歌都是往死里写。刚这首歌是你的单曲是吧？去年的单曲。去年啊，对。哦，你看要真经常出来外面走动一下，好吧？没问题。岁月不待人呐，你在家里很容易就枯萎了。对，是吧？哎，我不怕这个，我不怕。我是要做一辈子的音乐给大家听。真的哈，今年几岁了？几岁了？26，还可以哎，还算是新妹。歌都自己写的。对，他还有做一首新歌。真的吗？对，有，跟大家分享叫什么？这一首新歌叫做 Who I Am。Who I Am。Who I Am。我在做，比如说我想要交新朋友啊，或者我想做一些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。我都会很容易很害怕很焦虑，然后我很希望自己是那个可以给自己力量去面对受伤，去面对挫折的那个勇气，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这个力量，安全感。今天要跟我一起合作表演的是厉害的吗？是我的师兄，哎呦，高尔，等一下，你的师兄跟高尔轩，夏乐，哎，高尔轩这个现在已经变成巨星啊，巨星啊，国际巨星，有他的场子，全部大家都疯掉。对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是他吗？饶舌的啊，饶舌很酷，长得就是高尔轩啦。啊，是。哎，高尔轩平常不上节目的，哎，好像还没看过他。而且就要唱《Without You》是吧？是，没错。雷迪成年唱《Without You》。其实夜了天，这我都清楚，但我没有办法改变。我后悔各种花钱装很吵的排气管，想努力赚钱要你这样就会习惯，还想带你到处玩，我到处带你玩。It's me without you, you feel like 今日间没有爱、想来想去没有快乐、想讲书中没有灾难。
放两边，张开我就像抢劫。Got that I got that do that， 掉进去 no fun down here。救救我 ，I call my fan， 诉苦说了好几遍。他们叫我振作点 ，I don't mean but I fucking care。让我删了 Instagram， 又碰 I don't wanna see。想到你曾经 promise， 我干掉一只 Hennessy。I just wanna know。Baby， why you gotta go？ 我们时间太多的，我舍不得放手。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。我不要我的 fans， 不要爱情的 followers， cause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， I don't wanna be alone。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，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。 Oh， you don't know how I feel inside， so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。没想到这一首歌啊，它一唱竟然现场弥漫了一种香味，哎，对，一种螃蟹的，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好，所以我们下一集有录制。喂喂，哎，刚刚好香，我跟我这就是我们在聊了，有没有？录影前在聊。嗯，这个高伟轩他这个歌啊 ，Without You， 他其实他内容就是那么简单，贴近年轻，贴近年轻，对，生活化，对，他简单单纯到什么？你知道，单纯到好像在写一篇自己的小日记，是，对。是不是生活化，生活化不一样。然后在里面，好像我就装了排气管，然后改很吵的排气管，很吵或什么，这是一件事，这是他全部的世界。对，我们要去懂年轻人就这样，对对，好不好？了解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有人失望吗？不会说，他也变太大了，变太大了，对啊，很认真，哎呦哎哎，是一个干是不是？回去很难洗，我特别为了高尔轩准备了好多东西，是是是，还有高尔轩的那个老公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他老公高尔夫啊，高尔夫。那高尔轩借那个贷款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变高额贷款。高额贷款。家族的，对，高尔宣看感冒。我想哪里最像，你知道吗？那像到已经让我大概，我认为差不多有九分像。哎呦，哪里？哪个地方？哪个地方？就是这一个名字。哦，多了一个手，这个对，多了一个手部，加上高尔宣，高尔都有。高尔宣，唱也不唱好一点，那后面难都英文呢，都英文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为了心悦狂练呢。是是是，有，感觉他很用力。我们没有办法记住他的名字啊，怎么办？哎，不会，因为我高尔宣怎么办？因为我不会。不要抢过他嘛，也要让网辈多亮亮的突出啊，亮亮的突出，岁月，岁月就是这样，你看哪里亮？那个其实孙生出道没有很久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可以带人了。